我们是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一起拍一张全家福了？哎，大卫啊，你不是去找那个国华老师吗？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很生气啊？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公司帮他们做10年的打歌服？你都知道了，你知道你做这样的决定很沉重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？ 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本来就会想要为他做很多很多事啊。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啦。其实啊，做那些打歌服一点也不会觉得很亏本哎。你知道，如果那些明星啊肯穿我做的衣服啊，搞不好我也会变得很有名气，这样我网络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啊。所以我一点都不会吃亏，你不用太在意啦。舒淇。 我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取次花丛懒回顾。半缘修道半缘君，舒淇，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成为我的沧海。行啊，大卫。 师傅，居然会把《元稹》这首离诗啊用在这个上面啊！爸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什么叫做成为沧海啊？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他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这一生中最喜欢的人，让他无法再去喜欢别人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我要帮你做10年打歌服？ 所以才这样喜欢我的吧？当然不是啊！如果我不喜欢你，就算你今天牺牲你自己帮我做30年的打歌服，我也只会感谢你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大卫，哎，这边那么主动分开一点，爸还在这边呢。哎呀，小瑞克要是看到你们两个能够在一起，还不知道有多开心啊！他的遗愿就是能够看到我们身边大家都有伴儿。哎呀，不知道啊，这强烈最近有没有什么对象？强烈最近好像不是很想谈恋爱。是吗？欢迎您收看一年一度的世界比基尼小姐选拔大赛。 哇塞，这个比基尼选拔大赛虽然重播了3次，但是每一次看都百看不腻耶！哦，那个腿，哇塞，赞赞赞赞赞！你看看强的反应，应该不是完全不想谈恋爱吧？哇塞，好正！他不配谈啊！看他那个样子，我想当初写信给我那个痴汉，恶心死！ 舒淇啊，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，我又没有女朋友，不能看一下比基尼大赛啊。你就认真一点去找一个嘛。我去哪里找啊？啊，这样好了啦，你给我你的条件，几岁以上，几岁以下，身高什么的，我帮你找，去交友网站帮你找。你要去交友网站包找女朋友？对啊，你赶快去交友网站找一个女朋友啦，这样大姐夫应该会很高兴吧。好。 只要符合我开出条件的女生呢，第一个跟我配对成功，我就追她。嗯，那你喜欢怎样的女生？哎，坐坐坐，我慢慢叙述给你们听。哎，请坐坐坐。首先呢，我觉得那个腿呢要像莫文蔚一样修长，一样漂亮，还有那个身材，还有几脸蛋呢，最好是像林志玲，有没有？这样你们有没有觉得不错？ 那我最喜欢那个皮肤的颜色，最好是像关你一样有那古铜色皮肤吧。杰西卡·艾巴，我觉得她最符合我那女生条件的。